三立八点华剧《圣女保镖》由冯凯执导，将打造圣女新话题。三日导演冯凯及主要演员黄鸿升、孟耿如举办见面会，为戏暖身。我的机车程度实在太机车了，一般的状况下，几乎就是说话不带脏字，但是会让人家听得非常非常的想揍我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你们自己帮女主角出。取一个外号，你自己说，厨余妹。为什么？剩女啊，剩女啊，就是剩下来的，剩下来就是厨余。好小，老手，我是剩男呐、啊，会把我剩下来最好的都留给耿如。哇，对，那其实非常开心跟耿如合作，那尤其是我想帮耿如补充一点，就是他开车非常非常的安全。对，因为他开得很慢很慢，然后，就有小朋友走过去都开得比走得都比他快的那种，对对对。然后我觉得跟他合作很棒的是，其实我们两个人默契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对。然后我们私底下在没有拍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玩得蛮开心的。嗯，好来。联合报记者陈瑞元台北报道。